就是在家干了点家务活，能不能低调一点？哎呀，大姐呀，干点活算什么呀？干嘛非要这样呢？小米粒儿啊，拍照归拍照，千万别发朋友圈啊！哎呀，这是干什么？就是干了点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哥啊，哎。你嫁到我们老范家这么多年，头一次干活，太难得了。行了，垃圾我帮你倒了去啊！你站住，放下！你放下吧你。哎，我今天累死累活干了一天了，你下去倒垃圾去，街坊邻居看见了，还以为你干的呢。什么玩意儿？别给我抢功！去你的吧！哎哎，二姐夫，哎，你说你今天这么反常。你是不是做啥亏心事了？你要是犯一般的错误，我二姐都不能这么惩罚你。说吧，干啥了？我干活了，我就这么单纯。哎呀，什么人、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太阳打西边出来喽！哎哎哎，老公，哎，你看我给你照这几张怎么样？太好了，马上发朋友圈，让全世界都知道钱顺风干活了。好嘞。哎哎，等会儿，媳妇、啊，帮着我把这垃圾倒了去，快。哎。我们俩可是亲两口子呀，我怎么能跟你抢功呢？有句话说得好，爱的最高境界就是成全。老公，哎、干就完了。哎，看我这媳妇儿就这么可爱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小区的垃圾桶搁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回来了，垃圾桶回来了。哎呀，来，姐夫，这边。哎，你看，怎么的啊？惹祸了？咋的？要离家出走啊？你见过离家出走带着垃圾袋的？这什么意思、啊？我要倒垃圾去啊！你干活了？啊，我干一天活呢。你真干活了？你看垃圾桶搁哪儿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陈顺风啊！你让我对你刮目相另眼看啊！这辈子没见过你干活。我怎么就？我就问你，那垃圾桶搁哪儿啊？你都住这么多年小区，垃圾桶在哪儿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不常批评我吗？钱顺风乱倒垃圾，就是不往垃圾桶里倒，所以我不知道垃圾桶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，你就是让我给你倒了去，是不是？快！哎，等会儿，干点活你还得指挥人。大姐夫，大姐夫，你帮我倒垃圾，特别的感谢啊！要是遇上街坊邻居了，街坊邻居肯定得问你啊！啊，赵刚子，这么勤快啊，又打扫卫生啊，给家里边，你怎么回答呀？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饭？什么玩意儿？是我大姐夫吗？怎么了？你得这么说啊！你说街坊邻居们啊，这个活可不是我干的呀，啊，都是我二妹夫钱顺风干的呀。哎呦，把他给累的呀，咔嚓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把汗，咔嚓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把泪，咔嚓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脸血。是不是？我咋还出血了呢？我跟你说，就你这个摔法，摔出血都是轻的，不摔死就不错了。大姐夫，我说这意思你明白吗？明白你的意思啊，你就说这活是你干的，我就是负责给你当个运输。对，我是劳动组，你是运输组，也不跟你抢这个功劳。谢谢大姐夫啊。哈，看看劳动最快乐，我再检查检查，看我们家还有没有什么旧的、老的，放在家里好长时间没有用的。我都给他扔了，你扔我吧，爸呀，我就是那搁在家底下老长时间没人用的。你是我们全家手心里的宝，不能扔。不是，你这大半天在家折腾啥呢？乒了乓了。我打扫卫生，扔垃圾呢。扔垃圾呢？那，你闲的啊？扔垃圾在那好好的招你了？哎。惹你了？咋？没事，你聊着他干啥呀？你爸呀，我干一天活怎么的，扔个垃圾你还不高兴了？扔了不高兴，你过来，来来来，我有点事儿。咋的了？这是？过来，过过过来，咋的？咋的了？爸呀，咋的了？我跟你妈那床铺是你折腾的不？我收拾的啊。那上面铺了一个老羊皮袄，你给鼓到哪儿去了？啥老羊皮袄啊？你别给我装糊涂、啊。我没看着。我告诉你，顺风，这事儿可不能装糊涂。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皮袄啊！啥呀？这话得说是，想当初啊，你妈啊，他们家祖辈就传下来这么一张老羊皮
哦哦，后来你妈就用它给他爸爸，也就是你姥爷，我姥爷缝制了一件皮袄。皮袄就是这个皮袄啊，风风雨雨陪伴了你姥爷好几十年呢，特别重要，可不能扔啊。不是，不就件破皮袄吗？扔就扔了呗。你说的便宜，还扔就扔了呗。我告诉你啊，1993年啊，咱搬家的时候啊，我扔过一回。啊，咋的了？哎呀，你妈跟我是暴跳如雷呀、啊，那是劈头盖脸的跟我没完没了啊。咋的了？差点把我的皮扒下来做皮袄啊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要你妈知道是你给整没了，那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啊？你那皮才多大呀？顶多够做个帽子。不是爸呀，你赔得起吗你？爸呀，你要这么说呀？那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，我不是我干的。这谁干的？你看我在家里，我就是参加劳动，是个劳动组的。啊啊，还有个运输组的呢。不是你们这机构这么庞大吗？嗯呐，运输组都这组长是谁？大姐夫赵刚啊。赵刚啊，我就跟他说，该扔的扔，不该扔的别扔。他可倒好，全扔了。他就不可能全扔了。回来了，行。爸，你在这儿呢。哎，顺风，放心啊，全扔了。刚才你辛苦了哈，没事，挺勤快呀、啊，都是我应该做。爸，这事不是我做的。来来来，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爸，你是不知道，这活全是人家顺风干的，全他干的，你知道吗？干了一天呐、今天顺风非常辛苦、累的是实在挺不住了，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，起来擦一把汗接着干、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，起来擦一把泪接着干，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，起来擦一把血接着干。当时你没看到的地板全是顺风的血呀、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啥？哎，你不是让我说的见着街坊邻居的怎么说吗？那爸也不是街坊邻居，有啥说啥呗。是爸，就这么说，活全是人家顺风干的，跟我没啥关系，我就是负责运输了。停！最关键的，爸，妈的那件老羊皮袄就在大姐夫的最后一句话里。不，他咋说的？你再说一遍，我就是负责运输，就是他扔的。我听不明白了。我上次第一次见这小米粒啊，拾金不昧呀、这姑娘，我就喜欢她。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？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，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，当爹的着急。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，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，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。那个叔，哎，你靠这边坐。哎、我这行、那有水啊。行你喝点，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哎呀，四叔，这老头占坑来了。高天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你处了，你把拐还我。不就钱吗？来，我把钱给你。这钱我不要了。啥意思啊？那真的，你帮我个忙，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，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。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。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。上旁边点。咋的啊？啊，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。我今天包场。哎呀，方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也包场啊？那怠慢了啊。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？等啥小米粒啊？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？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。向谁？向小米粒求婚。啊，王小倩，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，你给我收好了。我一个暗号，你给我拿出来。放心吧，方总。服务员，来，哎，来，那个他也包场。不，你别提包场这事。他刚才说跟谁求婚？小米粒，他是小米粒男朋友。不能吧？这我咋不知道呢？凭啥让你知道？你又不是小米粒的爹。你这孩子话说的，你。小伙子。哎，叔叔，你能不能？过来咱俩聊会儿。聊聊倒行，你过来呗。不是你这年轻人，你看你叔这腿脚，谁过来比较合适呢？这话让你说的，整的我都像好腿似的。那你腿好使不？
我利索，拼个桌呗，拼，哎，拼拼桌去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，你这腿咋整的呀？喝酒干痛风了。是，虎啊，痛风了还喝酒？那咋整的？我这腿是咋整的呢？嗯，是这样说。嗯，我前几天呢，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。嗯，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。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。叔，你那腿咋整的？叔也打高尔夫球，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。那是俩杆的事儿啊。你比我厉害。你俩都头子，你俩先别扯腿的事儿。我问问你啊，你真是小美丽她对象啊？啊，就是她对象啊。这事儿还能有假吗？是吧？人家都走半天了，咱也不来追呢。忘追了，一会儿追干啥？小事啊，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。哎，我这，你别老看那儿，咱俩接着唠。啊，你俩真是对象？是对象啊，是我对象，是是啊，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？啥时候？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。嗯，正式确立关系是在。昨天，昨是吧？对，昨天，昨天。这事儿对外说啥呀？怪不好意思。给咱家这长时间，你们多着看着过你大姐和你大姐夫吵过架啊？哦，妈，啊、我明白了啊，就是说我大姐和我大姐夫要是吵架了，啊、咱们家就不抱他俩了。对。如果你大姐和你大姐夫吵架被你们发现了、那这次我不推选他俩，我推选你。行了，啊、妈，我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我大姐和大姐夫吵架。好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这个小媳妇又开始动心眼了。街坊邻居们都看着点啊！今天他俩就打架。哎，不是，你有什么招能让你这俩打架？我告诉你，别惹事儿啊！你就配合我就行了。我怎么配合？哎呀，妈！哎，这谁的手表？啊，不是你的吧？不是，是不是大姐夫的手表？大姐夫，你别给人打碎了，我跟你说的。你放心，你听我的，配合我。来了，师傅，在这呢，回来了啊。妈，妈，您看，我不是不让您干吗？回头下班我来干，您歇着吧。反正我待着也是待着，你忙你去吧。真不用您干，没下班呢，咋回来了呢？没有，我那个表啊，刚才干活时候我放家里了，我把它拿走。不是大姐夫，你那块手表我看见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大姐给摔坏了，谁是谁？测试，不是，等会儿，什么测试啊？测试那个我大姐吧，拿着你的表想测试一下金不金摔，啪就摔碎了。啊？啊？你大姐把我的表摔坏了？啊？她怎么能这样？妈，看我大姐不上气了啊！大姐夫。大姐的电话我已经帮你接通了，来，要控制，发泄出去。大米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儿呢。大姐夫，杀害你手表的凶手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不要控制，上。咋的了？咋还抖上了呢？马上要动手了。哎，怎么抱上了？抱上了呢。大米，啊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气就行了。啊、说啥呢，刚子？大米是这样的，那个我吧，今天做饭的时候我把表摘下来了，摘下来以后呢，我怕把那水给它弄坏了，完了我就放那儿了。如果我要不摘下来的话，这表也摔不坏。啊？刚子，那是你过生日时候我给你买的，你怎么把它给摔坏了？哎，不是他摔坏的吗？他怎么说是我摔坏的呢？他不承认呢。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啊。他太善良了，真的，他太善良了。怎么了？他怕他伤了我的心啊。他就这么说啊，顺风。哎，男人必须要有担当。不是，你着急忙慌的。哎，
哥，你看见田笨笨没？没看见呢。没看见呢。哎，我帮你找他。没事没事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找，我自己找。你回来。干啥呀？垃圾就往这儿扔啊？不往这儿扔，扔你家去啊？什么扔我家去？扔到垃圾桶里。关你啥事儿啊？你干啥的？不。哎。卫生监督员。姑看见没有？哎，姑，哎，占我便宜啊！不是，你说那盖都盖上了，我咋扔？多脏！你掀开往里放啊？咋掀？好嘞，回来！哎呀，干啥？我给你掀开的。另外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你这人事儿真多，你这一会儿垃圾老头不就来收了吗？什么？垃圾老头？啊？你什么素质啊？什么呀？那叫保洁员，啊，垃圾老头呢？人家起早贪黑，风雨无阻，人家打扮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，你对得起人家吗？不就来来来来，素质教育，先说声对不起吧。哎呀，不就一袋垃圾吗？你这自己来，放进去。你怎么能把垃圾扔这儿啊？对呀。垃圾应该扔到垃圾桶里，你还卫生监督员呢，乱扔垃圾！你快，你跟我道歉。不是，你黄阿姨的，我的垃圾可扔垃圾桶里了啊！我道歉，我是亲眼看见的，我爸，你可别狡辩了，你道歉就这么难？对呀，你道歉。谁道歉？你道歉。一开始你嘀咕了，等了，哎呀，你过来啊！你别走啊！啊！刚才你的垃圾扔到哪儿去了？对呀。这不是你的，哎，我垃圾呢？你垃圾没有扔到桶里，我帮你扔进去的。扔完了啊？那我走了啊。你就道歉，素质教育，来。道啥歉呢？烦人不？姑。谁姑啊他？人家有姑。啥意思啊？道歉，快点的。不，小姨夫爷，咱是亲戚，道啥歉呢？扯这没用干啥呀？我只要有姑了，我六亲不认。快点的，道歉。啊，行，道。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那边没事吧？这是道别，道歉。好，小姨夫爷爷姑姑，对不起。行了吧？事真多，这个人有事没事。